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已经下课回到了宿舍，去食堂买了饭，还有西瓜，3块钱的西瓜。说一下今天的 OOTD， 这就是我上次就是跟你们分享了我的那条绿色的裙子，但是呢它是吊带，吊带我就单穿就有点害羞，我就加了一件，正好有一件绿色的衣服就套起来了，开心。好热好热，开了空调。今天的晚饭是海南鸡饭，食堂的海南鸡饭，一直听同学说很好吃，这一次终于去买来尝一下。16块钱的饭，奢侈。我让他少打了很多米饭，这里面就是鸡肉这样子。哇，感觉好香啊，我第一次吃，饿晕了，我要开始吃饭了，开心。就是我生日那天，微博上有一位朋友，他私信我说，他说小蝶，我这里有好多麻花，我吃不下了，能不能寄点给你吃？你喜欢吃吗？然后我就说可以啊，我可以尝试一下。然后结果他今天就给我寄到了，我刚刚去拿了这样的一包鲜虾味的麻花，我期待一会儿吃晚饭尝试一下。谢谢那位朋友，我会好好吃的。我发了上周的视频之后，有不少的朋友在评论里说我要变成美食博主了，包括张同学也这么认为。其实确实日常生活就是重复然后无聊，所以给大家拍点吃的可能就比较可能会新鲜吧，这样我也自己可以尝试一些新的美食。比如说这个海南鸡饭，我大三了第一次吃，我感觉就算我毕业了，食堂里的很多菜我可能都吃不到，都还没有吃过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已经吃完饭了，现在跟大家聊聊天。就是上周我发了那个视频，有人在评论里说好久都没有唱歌了。其实之前本来答应大家每一次发 vlog 都要唱歌，后来好像就忘记了，也不是，就是可能有一些事情忙，然后没有时间抽出来唱歌。今天呢，天气好，心情好，加上在宿舍里开着空调就很舒服，就给大家唱一首歌。具体唱什么呢？我先看一下。还有不少的朋友问我网易云的账号，其实我里面的音乐都还蛮复杂的，我觉得可能等我之后未来不知道某一天我有时间了就整理一下，然后再跟大家分享。遥遥无期的未来。哦，唱小幸运吧。哎，我最近就是感觉唱歌就比较追求轻松了，没有什么技巧可言，而且我也不会什么技巧。开始。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。好了，那么本周之歌就是这样了，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呀。那今天晚上的话就要准备下周的考试。对了，我今天发了一条微博说我6月18号就考完试，看到评论下面的小伙伴们都说要7月中旬才考完试，非常抱歉，然后你们辛苦了，我们都加油吧。那我现在就学习，明天见啦，拜拜。 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
今天下雨了，我现在准备去上跆拳道课，我得在雨下大之前赶紧到体育馆，那就先不多说了。Hello 大家，我们的跆拳道课结束了，最后一节课考试考完了，扎了个头发，方便了。然后呢 ，get 黄带，我们的可爱的韩国老师给我们发了这个叫什么维 C 维生素 C 的食品吧，维生素 C 的。然后特别好的一个老师，考试有点小紧张，但是还是结束了。他们在和老师合影，我也想合影，走，我去合影。今天中午吃丰盛的午餐耶，他的是鸡腿饭，7块钱，我的是红烩牛肉饭，里面有土豆、胡萝卜还有牛肉，7块钱，西瓜4块钱，开吃耶。瓜它不是很冰，好甜呀，但是不冰。Hello 大家，我已经下课，然后吃完晚饭回到了宿舍。那其实现在没有什么想要拍的东西，打开相机的原因就是我想跟大家说，我头发长到可以扎起来了，嘿嘿。然后就是北京今天又下雨了，就是今天一整天都阴沉沉的。今天考完了跆拳道考试，我在北大遇到过两个韩国老师，一个就是呢我之前选公选课的教我韩语的那位女老师，然后呢第二位就是跆拳道的这位老师。我觉得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，一位男老师一位女老师，他们都非常的细心，非常的亲切。可能也是因为班上学生比较少的原因，他真的会很亲切地问候到你每一个人。然后今天我们在课上收到了黄带，对，再一次分享一下。我们下课的时候老师还给我们发了韩国的维生素 C。 对，我好像就从来没有吃过这种直接吃的维生素 C， 好像在韩国还是比较日常那些食物，所以还是非常感谢这位老师的。这个学期跆拳道课上的都非常开心，因为也真的有锻炼到，然后了解到跆拳道这项运动的文化，也算是对韩国有更多的认识了吧，所以还挺开心的。接下来我就要写我的这一学期的倒数第一篇论文，就是最后一篇论文，但是还有一篇短篇小说要写，就是曹文清老师的小说的艺术的最后的作业，就是写一篇短篇小说，还有这两份作业。然后呢这个学期我只有3门考试，2门专业课，1门西方文学史，1门比较文学原理，2门都算是比较大的课了，要好好的准备。还有1门是历史系的史学概论，也是1门闭卷考试，3门都是闭卷考试，所以还有2周的时间要好好的准备一下。下一周就考比较文学原理，好好的准备，要写论文，然后要复习，所以期末加油吧。这视频发出去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可能都还没有期末考试，所以我们一起加油吧。Thank you.
太热。Hello，大家，现在已经是6月5号的中午12点13分。我刚刚下课回到宿舍，今天很热。我昨天不是跟你们说我那个落枕了吗？今天张同学给我拿了一个膏药，贴在这里更热，这贴着更热。然后下课呢，我去取了一个快递，还是上次给我写信的那个黑龙江的朋友，那位妹子给我送的生日礼物。她又给我写了一封，她的字还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好期待啊！这个信我就自己偷偷的念好了。然后他给我买了耳钉，生日礼物。今天可能估计他看那个物流快到了，他还给我发微博说礼物快要到我的身边了。啊，谢谢你！今天我正好没有戴耳钉，我就打算现在就换上他给我的礼物，开心。好看哎，看看戴上是什么样子。就我前几天都忘记戴了，然后昨天换上一个耳钉之后就发现它有一点发炎，但是我觉得都已经习惯了，一直就是这样，所以要平时也要戴着耳钉比较好。哦，好痛痛痛痛，就戳过去的那一刹那。好了，怎么样？好看耶，喜欢，喜欢，喜欢，谢谢你。我真的后面贴这个膏药，我真的要热死了。Hello， 大家，外卖到了。我今天泡了最后一杯，之前圆圆姐送的微微豆奶，最后一杯了，好喝。这个外卖晚了15分钟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外卖晚这件事情。但是我是有时候是真的很不想等的。而且真的好饿啊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钟，我下课在教室里剪了会视频，然后回到了宿舍。我又在食堂买了快7点钟的饭，是就上面有很多的肉还有菜，然后还有一份土豆丝，一共是7块。我中午吃的太多了，然后一点都不饿，所以就随便吃点吧。已经凉了，不过还行。后零食，之前那位朋友送的麻花，真的很好吃，我都已经吃了好多了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现在已经是早上8点多了，我出来吃早餐，顺便给大家拍一个高考加油的视频，发在微博上。微博上，我打算先去拍视频，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。
但是又需要环境比较好的。本来说要去有北大标志的地方，但是呢太远了，我还有复习还没复习完，所以我就就近找一个地方给大家拍好了。 Hello 大家，我已经把高考加油的视频拍完了，然后就迅速的发了出去。今天吃一顿奢侈的9.9的全家的早餐，豆浆、茶叶蛋和两个包子，一个是酸豆角，一个是奶黄包。因为全家里面没有座位了，我还是回宿舍吃吧。嗯，吃完就在宿舍里学习了。哇，烫烫烫烫，豆浆好烫。我突然收到一个快递的短信，我就打算在宿舍楼下把饭吃了，然后去取快递再回宿舍。嗯，是在这样一个小空间里。嗯，对不起，我有破红印。朋友们，我还以为是去取什么呢，原来是我的签证到了，开心。签证，开心开心。为了这个签证真的准备了好多资料，准备了好久，特别的消磨人的耐心，但是还好它到了。好了，我回宿舍了。嗯，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6月7日周五了。我今天打算去图书馆复习，现在还不到7点，快7点了。我先去吃早餐，因为我想早点去站那个之前在视频里出现过的，就是一个小小的隔间，如果去晚了的话可能就没有了。现在先去吃早餐，天气还挺好的，就是有点逆光，天气好。哎呀，图书馆放假了，那我现在去教学楼吧。现在还有点早，我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，我今天就在这里学习啦。还没有人。对了，今天是端午节，祝大家端午节快乐。你们吃粽子了吗？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粽子，因为我的胃不是特别好，所以呢对糯食都不是特别的感冒。今天应该是全国的放假，希望大家玩得开心。那我为了准备期末考试就要加油啦。
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已经是周六了，现在是中午12点。今天我来张同学的宿舍和他一起复习了一上午。今天中午我们要吃一个神秘的自制拉面，是什么呢？其实之前我在宿舍里煮过一次，因为宿舍的条件非常的简陋，所以今天我来张同学的宿舍里和他一起吃，然后在他的宿舍里煮。我把我的小锅和碗都带过来了，今天我们煮这个吧，地狱拉面。之前早餐我在宿舍里吃老坛酸菜牛肉面，你们都会说怎么这么的心酸，这么的可怜。今天我就来吃一个高端的面，张同学都没露脸，今天一直躲着。我们来一起制作一下，开心。Yeah。 有点傻。你到这时候，你那脸是歪的。歪吗？这个边上，边它会怎么说？拉伸一下。对。看，就是。煮面吃。Yeah。 煮面吃。现在我把相机挂在我的脖子上，哈哈，开玩笑，是张同学在吗？叉烧，其实我对别的都不感兴趣，我对这个特别厚的叉烧感兴趣。那皆さんこのチャーシューはね。你在说啥？给巴斯，给，一样。먹겠습니다，我跟大家试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特别辣。这哇，有点害怕。我觉得面是很筋道的，因为我上次在宿舍已经吃过一次了。我最喜欢吃里面的笋，来，我们来尝一下。叉烧，好好吃，哈哈，那谁？我觉得这个面的味道就是跟我们去拉面店，日本拉面店吃的那些面的味道很像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6月10号，对，先是6月9号，周日就放假复习，这段时间就只记得是周几，不记得日期了，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况。现在是早上8点不到，我准备去吃早餐。今天暂时还没有拍我的 OOTD， 因为刚才我出门的时候镜子面前有一些妹子，所以我就没有好意思拍，一会儿回去如果方便的话给大家拍一下。现在先看一下吧，我总觉得我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衣服。对，穿的是张同学送的凉鞋。然后我这一周发的视频里面有人让我去做那个食堂的tour，我现在去吃早餐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食堂的全貌，以及这个食堂旁边的一个包子铺的全貌。中午我去另外一个食堂，也给大家做一下拓吧。这个是我最常吃早餐的一个学医食堂。然后进去，它有两层。现在是期末季，所以大家可能都不太起得来吃早餐，人有点少。一般这个时候就是早餐食用高峰期了。然后走过来，我要拿一个盘子。其实平时这里是中午的时候是它上面写的那些字，但是早上的话就是都是。我要一份小菜，要一个豆沙包，再要一个
一个这个吧，这个干啥？对，哎，谢谢。打完了早餐，然后我再过来。这个是牛奶，牛奶三块，这个粥是两块。我来买豆奶是1.5块，自己拿自己刷就行啦。然后我一般就找一个如果有空的位置，我就找一个非常非常人少的地方，因为我要拍 vlog。的饭就放在这边，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食堂的入口，这里是南门。我刚才忘记带大家看这边了，我刚才是在这里点了早餐，然后往这边走还有一个吃饭的空间。这个食堂还算蛮大的吧。好了，我们去隔壁看一下啊，不不不，就是隔壁小食堂。从同一个门出来之后，这里就是宿舍，这一栋楼的再过去一栋楼就是我的宿舍。然后左转，左转是另外一家包子铺，松林快餐，它开的时间比较长，可以。在这里拿盘子，这里是收盘子的地方，然后在这里排队，可是我吃过了，我就拍给你们看吧。看一下菜单，里面很小。好了，这里有一些座位，有一些座位可以吃，有些座位可以吃，不是，有一些座位可以坐着吃。好啦，回宿舍。我看到有弹幕说问我，就是我的早餐会不会吃完，其实一般都吃不完，可能还看我饿的程度吧，因为我不想就只点一个包子或者是一个菜，感觉会很枯燥，
所以我可能会点两个包子，或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，一样吃个三分之二，或者是不饿的时候一样吃个一半儿。对，然后呢，还有人说我吃这些为什么不会胖？其实，我也有看弹幕帮我解释，正常吃一日三餐确实是不会胖的，除非你经常加餐呀，或者是你吃的量很多很多，吃到非常非常撑也就会胖。我平时的话不会吃的特别撑，但是偶尔也会吃撑，也没有办法，但是一两次吃撑应该没关系。哎呀，有虫子。完整的校园里的食堂 vlog 或者是食堂 tour 的话，等我放假有时间再给大家拍。现在是期末季嘛，现在8点多1点，我已经吃完早餐回到宿舍楼下了，那我现在就回去学习啦。对，一会儿可以拍个 OOTD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是中午11点。今天早上学习状态不是很好，所以呢，我现在早一点就去食堂给大家拍食堂 tour， 顺便我也去吃个午饭吧，我也挺想吃饭的。我好像没带手机，我的天哪，我怎么没带手机呢？为什么我会忘记拿手机呢？我今天带伞了，但是我忘记带手机了。对了，昨天高考结束了，祝我列表里参加完高考的朋友们有一个开心的暑假。我的建议是，暑假还是可以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不要只玩，劳逸结合吧，还是学点东西比较好。你高中毕业之后的每一个寒暑假要好好的利用比较好，不能像初高中一样寒暑假玩过来都没关系，不会影响成绩。上了大学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朋友们寒暑假都会做一些拓展自己的事情，我觉得你可以从高考完的这个暑假就开始做，比如说做一些志愿者活动啊，或者是出国旅旅游也行。然后还有一些建议，就是能够静下心来的话可以读读书，你选定专业了的话可以看一下专业相关的书，了解一下你的这个专业真正要学什么。我觉得做好准备总比你上了大学之后再去迷茫好很多。然后就是恭喜你们踏入了人生的新阶段，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很多新鲜的东西等待大家去尝试，所以加油。我只擦了脸上的防晒，你们感觉一下这个阳光，天气倒是极好的，就是很晒，真的很凉快。这个就是我们学校也算比较大的一个食堂，农园。我今天从南面进去，先上二楼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再到一楼吃饭。这个主食厨房，主食售卖，就是我买早餐的地方。这里面有面包，然后还有豆浆啥的。我今天不买，我就这么给大家看吧，看不见，这么拍一下。我不买，我拍一下，我不买。就是面包，还有冰激凌、牛奶、酸奶、饮料，还有豆浆。谢谢。然后从这里面出来。上楼就是二楼，农园的二楼。我就是想趁现在11点人少的时候给大家拍，人多的时候有一点害羞。这个外面有一排这样的桌椅，但是大家不愿意出来，外国人喜欢出来。然后这是风景，我们进去看看，有点吵。这里是清真的用餐区，大概就是这样啦。Thank you.
了，我二楼已经拍完了，现在我去一楼。我点了三个菜，一共15块钱，平时也就吃这些菜。唉，我实在是没什么胃口，所以不想吃米饭了。大家，我已经吃完午饭了，现在准备回宿舍。那今天的食堂 tour 就到这里啦，以后有机会再带你们去北大的其他食堂看看。其实北大食堂还是蛮多的，好吃的东西也挺多的。比如说学武还没去，韶园也没去，燕南园也没去，畅春园也没去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白房，也不是各种各样吧。还有两三个小白房的样子，两三个。刚才遇到了一个学姐，也打了个招呼。那我顺便在这里给视频做一个 ending 吧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们喜欢小蝶的话，记得要关注我哦，还有记得关注我的微博。那么我们下一期 vlog 再见吧，拜拜。秀。